你这个糖尿病给耽误了呀，本来没什么事儿的，哎，来试试这个。竟然还有人糖尿病，手脚发麻，想着拖忍扛，用偏方调理。很多人误以为糖尿病症状是好不了的，所以就放弃了改善的机会。调理糖尿病症状需要好几千吗？太贵了。调理糖尿病症状需要三四百吗？太贵了。调理糖尿病症状只要几十吗？是真的。糖尿病症状，我让你们等着自愈。糖尿病症状，我让你们拖人扛。糖尿病症状，我让你们乱用偏方。出现糖尿病症状，不敢吃太甜，不敢吃太多，即使处处注意，还是避免不了糖尿病症状的发展。看到我，你就别担心了。告诉你一个好方法，糖尿病症状的朋友尽量拿去用，不花大价钱，就是这款阻一糖化糖消穴位压力贴，它是为糖尿病症状人群研发的一类医疗器械，只需每晚一贴，科学辅助治疗糖尿病症状。福建李时珍集团出品，就是这么自信。如果你是30至75岁的糖尿病症状患者，赶紧试试这个好方法吧！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包邮到家。刚刚接到通知，福建李时珍集团为造福广大糖尿病症状人士，近期寻找1000名受多年糖尿病症状困扰身体的朋友们参与居家辅助治疗糖尿病症状的新方法。有活动你不买，没活动你嫌贵。现在阻一糖化糖消穴位压力贴，仓库直发，直接砍掉所用中间价，确保到您手上是我们的仓库直发价。如果你是多年糖尿病症状，就买一盒回去试试吧。一类医疗器械，成分真材实料，放心贴。现在只要43元起，就能把这个辅助治疗糖尿病症状的好方法带回家。点击下方查看详情。